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庄。我们每天到厂房第一件事就是生炉子。看看马叔叔跟阿姨今天是跟我们一起来的，在帮我们点外面这个热风炉，大坤在烧里面那个小炉子。点没点着呢？现在点了，放了一张油纸。嗯，那是油纸啊？不是油纸，是反正就那个意思吧，类似那种东西。一个是胶丝袋的，一个是纸，然后踩一块地板。哎呀，怎么样？专不专业？专业。只要你那个鞋好使，老保持。怎么熟练？熟练。哎呀，我今天有点没劲儿。你也中毒了？说话有点不太亢奋。小庄今天有点不舒服了，我们来都来晚了。对。嗯，我感觉我这是有点反应有点慢。昨天还吹呢，百毒不侵，结果是反应慢慢吧。我们都好了，你才有反应。看看咱们现在这会儿这个柴火棒子啥的富不富有，看到这一堆一块的就感觉哎呀好幸福。大坤，嗯，你整啥呢？我在完上最后的小活呢，接个点烟器。啊，之前不有点烟器了吗？那个冰箱接口是个点烟器接口啊，然后那个正常我本来想直接接到电瓶上的，但是它是个点烟器接口，就不破坏它的线了。嗯，然后马叔又买了一个这个新的点烟器母座。嗯，咱给它接上之后，让它冰箱插到这里，到时候它可以插拔，相当于一个插座。行，就把这个小活都完善了，就完事了。昨天我发的视频，大家伙都说了，说你那个衣服颜色比较鲜艳。这个是我小学五年级买的一件衣服。小学五年级买的？对。那怎么现在还能穿呢？嗯，小时候买的大。小时候买的大呀。啊。小时候穿的可大可大了，然后一直就穿。后来不这两天买工作服吗？新买个工作服，也没有厂家赞助，完自己挑了一件工作服，挑了半天，晚上睡觉之前挑了一个多小时，拍完了给完钱了，第二天告诉我亲，你这个没货，太坎坷了，你这工作服是不是？嗯，然后一看没货，没办法了，那咱就自己在那个柜里淘了一件，将就将就吧，没想到穿着还有点小。这个需要拧这么紧啊？当然了，嗯，电路这块必须得拧紧。嗯，一点不能松动啊！一丁点都不能松。这是给冰箱整一个出风口啊？散热口让我给落下了。这散热口买回来了，然后我还以为多买了一个呢。啊。我还想，我差点昨天没把它嘎了。啊。那块因为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尺寸不对的吗？是啊，我嘎了一个，完了嘎的不是特别满意，我寻思我再嘎一个吧，反正多一个啊，差一点把它嘎了。人这是有用的。对啊，今天马叔说这个是冰箱这块，我一下才想起来，给这块开一个口，先用这个钻头，嗯，钻四个眼。大家记住，钻这个免吸板的时候，或者你们叫这个生态板也好，叫那个双贴面板也好，钻开口两头开，不然这个崩边。啊啊，刚里外打完的孔吧，它两边这个免吸板这个皮子都是不崩边的。是啊。你如果从单从一侧，因为这个事我说过一次了，你单从一侧往里打的话，你力道如果匀的话，就是一点点一毫米一毫米往里进，到打破那一瞬间，你能把力收住也可以。但是正常都是收不住的，你啪就怼过去了。肯定的。怼过去的一瞬间吧，你那个钻头没把那个外面那层免吸那个皮子钻破，已经把那块怼裂了，那边里面就豁了。啊，大家记住这一点。但是一般情况下，那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把里面钻豁一次之后，第二次你就知道了，也不用我教、啊、我教完之后你可能也不注意，然后你也是把里面钻豁，第二次也自己知道了。这样式的话，有心细的朋友可以记住这一招啊，这样比较美观一点。美观，帮我插下电呗，我用这个曲线器把它给开了。行，刚才给小庄加了把火，你咋的了？难受啊？嗯，是胃肠感冒是咋的也不知道。昨天我和莹莹都已经那个完事儿了，好了，他又犯病了。
那能不能挺住了？那要不今天别录像了，回家吧。本来今天更新就更新到今天上午，是不是？没有视频了，这两天那个我们吃食物中毒了吗？完了身体不舒服，要不咱回家吧，别挺了。小庄说不能拖更，你在那小床上躺一会儿啊，或者那小炕上躺一会儿。一个太凉，一个太热。一个太凉，一个太热，说话都没劲儿。我再给你加点火吧。哎呀，这咋整？我刚给马叔改完车，马叔那车彻底利索了。马叔那车彻底利索了，完了，现在马叔跟阿姨正在那吸尘器吸，然后抹布擦，准备要。多弄几遍，你看阿姨又开始吸了。要不回家吧？已经6:07了，不行回家吧。能坚持住啊？我采访采访你啊。你呀、啊，你什么症状？我是上吐下泻，就是有点像胃肠感冒。上吐下泻，有点像胃肠感冒。嗯，那你，我们有病的时候，你咋没事呢？你卡别了，还能乐出来呢？来，行，你逗我了，不是？哼下去了。不吱声也没事，哼唧上了。哎呀，这强度太大了，咱这连续能有6-7个月没拖更了哈。嗯。今天说啥不能拖更呗？那不能拖更啊。昨天上午拖更，下午就补上了。昨天上午拖更了啊？对。下午补上，一天两更。我记得有人有粉丝有朋友在那个评论区还说呢，说怎么说等到上午9:47没更新呢？是不是？然后下午更新了，昨天是我犯病了，今天是小庄这个身体不行了，太惨了，太惨了，把这个你说我们把这个旅游自媒体最幸福的职业做成这样式的，全网全头条全百度也没有像我俩这样式的把这个自媒体做成这样式的，又累又遭罪，完还生病还得坚持。采访结束。